那里有时钟？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哦，好。12:26。是哦。我在录啊，红的闪闪啊。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啊？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你说什么？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要相信精确对时过。你有精确对时过？现在的手机多少？哦，你说24小时同步。屌！哎，我们是在这边拍照，然后有个小姐拿着咖啡杯，哎弄。是啊，是啊。哎呦，差很多哎！那天我们是不是血量差很多？对啊。坐得太暖太舒服，出来觉得好冷哦。哼，对啊，刚刚太舒服了。哦，那边。高天远吗？还是什么？哦。还是什么 Olympic， 它往下，哈，有两条路哎。不可能，太阳。绿线那条右边，东莞山，沙埔。じゃあどこ？高間じゃなくて一ノ瀬。一ノ瀬ね。一ノ瀬ね。これはまっすぐ降りたからな。没动就很冷。他们要走，要。他们要回一ノ瀬。雪好多，来签个名。没有办法让我试，画出来。你，你的比较好画。好伤啊，伤伤，出发！哎呦喂呀！前面好像很那个啊，好像很那个。又没力了，又没力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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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样一小段而已啊，你说没走过的路，四小三下来从那边啊。哎呦好冷哦，赶快动一动，好冷。那不就是很辛苦的那一段吗？就会热了吧。
点吧，转弯。我觉得我左脚比较没有自信，右脚比较安心，左脚会怕。写点赞哦，就滑两次了，够了。那就用西管山回去的方法好不好？都好啊。西管山回去的方法我们还没做过。好。故意找没有好的地方。没有啦。
轻松吗？嗯，还可以，只是有点花力气再把它并拢。哦，我现在是不用花力气，我现在是要注意说这只脚松松而已。嗯，对啊，然后我很想回去看我的动作做得怎么样。这里稍微早一些些。不吃了吧？啊，不吃苹果派了吧？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就跑到，停，你把板子停在这个上车的地点，然后走过去餐厅。哎，这个直的不滑了，这个、直的下来的，要不要再滑一次？你要滑加兰特？对啊。不要啦，我不要滑加兰特。为什么？加兰特是比较红中发黑的。那就滑一次啊，就跟我滑那个伊兹莱一样啊。那去滑一只来就好啦，这样子整条都太长了。一只来不是更长？不想把力气都用掉，有点害怕。哦，好的。假如这么大一条，每次看到这么大一条，就觉得应该要滑一些啊。要滑？你现在力气很满吗？还可以啊。去做这样子，那这样子就一路冲到对面的缆车站。对面有那个房子就有缆车站。黄色的吗？现在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，里面有个人站在那，那是人吗？黑黑的，不是一个牌子，那个牌子要偷到那里，嗯，那是上坡啊，真的要啊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还是有看到线呢，哦，有啦，有人在做，有啊，但是我不知道缆车站在哪，缆车站在那里啊，那个斜斜的屋顶啊，那个就是路口啊，斜斜的屋顶，那不是人家家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缆车站，斜斜屋顶是房子哎、欸。看这些人就要冲去看一下是不是？那里还有 BD 嘞，我还记得嘞。这有绿绿的东西那边吗？不是，是白色屋顶那一个。全部都白色屋顶，刚才讲什么？屋顶长这样子的。哼。然后那里有三个门，有没有看到？黑黑的。这里不是一个小隧道吗？那不是，那个就是路口。不是，那是一个小隧道啊。看得够吗？你看有人要往上走。哎，哪里呀、啊？对他们要走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他们就要走去缆车站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大概就要往上冲，就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多远开始冲？我们的距离这里就开始。要死了，那么远。完全不能刹车。
是 lift 挪力巴哎，我不知道是这个哎、欸，我有看到挪力巴。有一只赖床吧？啊，这没有一只赖床。哇，这手面整面这么长，坡度很平均的大。好累啊！爬坡最累最热的。出来还是会冷，现在快热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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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跑一次就好了。巨人也就这么一条缆车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那是斜的跑出来的。在更上面一点，斜的跑出来。更上面一点啊？对。嗯。它有弯直连直两个洞过来嘛、嗯？一个是下面这个、嗯，一个是上面那个。嗯。我们是从上面的过来。哦哦哦。然后走的要死。太累了，我宁愿他拉绳还在。他说拉绳后来退职，为什么？被太多人摔倒吗？太多人在那里练习吧，练习，因为大家都不会拉绳啊。嗯，但是 ski 的拉绳就拉得好好的啊。嗯，他是用屁股拉是不是？如果是有个踢把，他是踢把塞在屁股后面是不是？对对，用屁股夹，因为你用手拉手会浪费力气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是那个踢摩托车的地方。嗯，我还以为是隧道了。嗯，你以为钻出来就到了？等一下来看那个、嗯，那个口在哪里？对啊，那也就是说用那个、嗯、找那个口比较难哦，就是那个倒得要命的不成？很细吗？
生えた。哦，好像有点冰哦。哪里冰？上面那边看起来透着一股黑黑的颜色。滑左，快滑左边一点。这什么味道？有人在烧山吗？烧焦。烧山吗？火如果用冰拿去盖会怎么样？嗯，应该也会熄吧。你说灭火？嗯。不知道啊。这里没什么风啊，还是风已经过了？我刚刚没有看风的地方。啊，万一突然奥兹赫说开了，我们要冲回去奥兹赫吗？当我们回，那重点是我们什么时候回烧耳山？反正等一下吃苹果派吃完再来看。我觉得我们苹果派只是要吃，没有休息很久哦，尿尿而已哦。因为我看到现在12:30，现在一点多了。对，你们出来就已经12:24还26了，你以为？哦，你滑都不用时，你滑都不用时间了。嗯，还是就不要去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回家的路就是这样啊，顺顺的回去也就是这样。所以它被围起来的是这一块，是这里下来吗？应该是，是吓死大家，因为这么陡冲过来又都是草，还有石头哎、欸，那是石头吧？哪里有看到石头？那不是石头吗？啊，是哦、喔，那不是石头吗？嗯，我近一点我看，这一大滩不是石头吗？没有，你看这是地质型的路。这边应该顶多跟那个一样啊，有点窄，跟联络道，但是联络道窄，但那里有一块石头的位置，有吗？有看得到吗？我要看这条路上有没有雪，其实应该是还 OK 吧，而且这样子，这一段都还 OK， 这样子来回立即就切断。重点是在这个桥的地方。你看一下这个，应该是还可以。我做超大弯，嗯，4个弯就下来了，快了，好快啊！再看一下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的前面都是草，所以这条路就不能开啦、啊。这条路都是草，这个围栏的，还是这不是一条路、哦？好像是耶，好像不是哦，好像是耶。对啊，总之过得来吗？奇怪，总之就封起来了那一天。嗯。哎、欸，这该不会就最上面了吧？我们那天从这里钻出来的吗？哪有，现在才16:11啊。对啊，我说我们那天是从这里钻出来的，我就不记得了，应该是这里，大概是这里、嗯、走个烂石，你等一下看有没有那个滑滑的痕迹，那你看那么烂，有个烂的，嗯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人的车的，哎、欸，怎么觉得好像是车的啊？那我们应该在更上面，我们从上面那个局限跑过来的，这个是给车子走的。对啊，那车的。哦，那找到了，就这里。哦，这个吗？这个局限。啊，那个是车子要来嘞，有声音。还是要一直都有声音。在这下面。哦，看到。太阳出来一点点。这里啊，这里。嗯。很累，走个半死，很累，就这个凸出来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天就到咻下来、嗯、那我们几乎是也滑了，几乎是滑了全部啦，我们几乎滑了 Giant 的全部啦，嗯，差一点点只杀头而已啊，那我们已经滑过了、嗯、滑两次，滑两次，但是很漂亮啊、嗯、白白的，
舍不得哎、欸，你看滑七天那么快就要快，还好结束了。好、嗯啊，你还想滑吗？嗯，就是下一次再来，我们就已经是想到了，也不要又要选忘光，忘光的家伙。对啊，我就是忘光了，我就跟着你就好了，问你就好了，我干嘛玩？那个牌子，王池莲池。过去的话可以用滑的，滑的在沾水道、哦，但是回来的话要用走的。好累啊！就是这样，看太残忍了。用牌子解决。对，王莲池，莲池，王佑加安可，就这样。不没人呢、欸，我们要包场、欸。嗯。像不像今天礼拜四，好，像不像包场？是啊，学生就已经很多了，就是学生不会，学生不会来这种斜度啊。但是前面那个有背号码，他该不会也是学生吧？他是背号码吗？还是背号？还是他的？哎呦，谁在说啊？怎么就摔倒？那就搏斗啊！哦，一个教练，两个教练，一个学生，不可能吧？一个教练，两个学生。哎、欸，说好的两点要有太阳哦，那边有蓝天。是啊是啊，好像晚了点，因为原来预报是说12点，现在1点多哎。应该是3个。那你还要不要去苹果看？可以啊。1点多2点，然后一路滑回去，刚好也4点收工。所以就不去奥之河。啊？不去奥之河。我们这样沿路滑回去，到了那个，你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缆车就上不去了，从多了也没开到4点。自以为滑很快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并没有，就刚好又是回家的路。好吧，奥之赫刚这样看就两个缆车而已，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嗯。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好？不然，你到时候跟我说那些风景很漂亮，我会嗨。没有，我刚好上去。为什么没有去？好早去。为什么没有去？哎呦，它有点高哎、欸。哎，帮我拍一张好不好？就后面的，可以吧？要下车哦、喔？要下车吗？不用。但是我这样身体好像没有办法转过来、欸。那你要下吗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往前爬、啊？哎呦，我要靠近一点啊！靠近哪里？最后面。后面不是那边更漂亮吗？会吗？我刚是想要这后面。啊，都可以啊。那我想办法。哎、欸，我看我这样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样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你要。我要拍后面，然后那你再来帮我拍这边。对啊，每个方向都拍了。我已经卡好了，突然脚有点酸。哎呦！哦，这后面，这后面你要到这里拍。你要往上啊、哦！我要拍那边啊。面罩要拿掉吗？好、啊。那这边，这边。你要不要？我帮你拍。不用，我拍风景。哦。好嘞，走走。那些是学生们吗？小黑一点。刚刚缆车在跑、欸。哪有缆车在跑？你是学生在做 S 型吗？你在雪道上有一堆人在滑来滑去，应该学生呀。
又真的有一点想上厕所，所以我才会说，那我们去。怎么了？上不去吗？怎么了？你四个弯就下来了，你四个弯就下来了。如果这样子算一个的话，半边算一个的话，你四个弯就下来。刚好差不多到四个。对啊。接下来应该比较方便。下面就那边，这里双双，这里是啥？机顶。好像比较陡，这边好像比较平，不要这么陡的地方。
欢那么陡，山很猛，很累。我宁愿走这边。你有看我滑吗？这里好像很深欸，我看看，觉得太硬，但是我们已经不会被吓到要。你刚虽然有后座，但是你顶得住。对、哎、啊，只是硬顶得下。太硬了吧？啊，那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我们把板子停在缆车这。哪一个缆车？不然就是因为离
了算了，反正我们等一下，反正就停在旅馆就对了。好 ，Aspen 在餐厅啊，去吃苹果派吧。好，好硬哦，都好差哦。我看我今天制造了大量的刮痕吧。这很硬啊。我的板子应该有很多刮痕。对不起啦。没有啊，我不是抱怨，我是说我看今天回去可以观察，看是不是。因为它太硬了。好，鞋子好差哦。我觉得我也冲不过去，而且我要去的是左边那一个，我觉得一定过不去的，就是要走过去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到这样就停在餐厅前。对啊，是硬的，挺高高啊。对啊，不过至少比上次第一次滑简单一点。上次是被霜雪吓死。上次比较好，这次太那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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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他录到里面我在跳吧？不知道，反正有手机录。手机，手机。脚软，脚软。不是，往它是往上。一人一颗吗？哦，够啊！啊？而且想吃什么面包？钱？天哪！等等，现在是不是快时钟过来了吗？对啊。现在几点？一点半哦。一点半不行。一点二十三没有。可以。好，没事。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好，帮我关。